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看见前面我说 no， 然后后面 yes， 对，因为它就是主要是后面吧，我们，因为我也是从加拿大赶来，然后一直在做巡演，其实也没有时间去找衣服嘛，然后就是，也而且是最近才听说 nominated， 所以就是完全是一个 last minute。然后公司找的就是造型师帮我找的这件衣服，然后我觉得后面是亮点，然后也挺好看的，所以我觉得还 OK， 挺好。对，因为裙子很长，所以要穿高一点的鞋。然后我其实很少穿裙子，尤其是像这种就是已经就是这种特别。蓬的这种很少穿，然后所以就是我穿裙子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小意外，所以已经很正常了。还好没有摔跤，我觉得就已经很好。对，会担心啊，所以各位媒体老师如果有走光的地方不要放出来。谢谢。